网路上的广告。嗨，亲爱的伙计，你又在因为你牙周病会吸引鲨鱼而没办法去海边游泳烦恼了吗？是的，牙周病困扰我很久了。那就试试看我们这款最新的产品——至少绳子喷雾器。它能在水中喷出一条长长的绳子。哦，这么实用。如果遇到鲨鱼，就直接按下喷雾剂，再用绳子将它绑起来。你以为你绑不住鲨鱼？当然可以，因为你有强大的二头肌。嘿嘿，本产品还有多项功能，可以在雨中喷出鲨鱼绳哦。然后 TP 什么啥？哦，哇，真的很实用呢。本产品还有杀虫的额外功能，只要将虫丢入水中，我能啊！等，我还没讲完。但是切记，它没有在水中的时候，千万千万不能按它。因此，就像潘朵拉魔盒一样，引诱着你不要在水中按它。只要你按了，就会。好了，我们限时特卖，本来299，因为很多人购买，我们卖你2999，绝对没有暴利，没有逃税。本产品不包含电子发票这种小礼品，价格不包含运费，限时抢购中。